玩恐怖鬼屋好了，万圣节造型，恐怖鬼屋夜曲，哇哇，对面的组合是欠叉啊！对面的组合欠叉啊！我要虐歪他们了，这场要赢了，轻松赢了。指令表没有指令表，靠北 N I K A S A A C K 呀，看这边，妈的，逼我终止，垃圾！你们想要闭嘴哦？啊，闭嘴，滚！这一场我一定赢，这一场我凯瑞给你们看。这一场呢结束，我们就有猴子大评分，到底谁才是这一场的猴子？告诉你们，我的夜曲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！指令表，指令表，你问机器人吧。对 PTT 嘴我有什么看法？你说主播的事情吗？没有啊，播不好就播不好啊，播不好就是再多加努力咯。他们说播不好的点我都有在看，我都有看啊，譬如说不要抢话嘛，然后声音嘛，最近说是声音嘛，然后等等的我都有在看啊，所以我就朝这几个方向努力啊，尽量不抢话，声音尽量不要让人听不下去等等的，就多努力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看法，会有什么看法？没什么看法。播不好就要努力啊。只要不是抹黑，对不对？只要不是抹黑，我都接受了。说我哪里播的不好，我就想办法改进了几个点嘛。觉得哪里听不下去，我就改进了几个点嘛，对不对？上主播台可以画下眼妆吗？为什么？再问化妆师啊。感情是用来浏览，还是用来珍惜？再也能伤感是爱的一战。我也觉得我唱歌是不太好听，不过我还在唱。干！有人逼我终止，去死！逼我终止，让你休息。所以刚刚那个妹妹本妹记忆丧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很厉害吗？老多勇敢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会不会死啊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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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！
好可怕，差点就要死。好啦，我要播一首我觉得这辈子我听过最好听的歌。这一首呢，它的乐团叫做 Pay Money to My Pain， 什么付钱给我的痛苦。但他的主唱生病去世了，我把这首歌播大声一点，这首超好听，这首叫做礼物 Gift。对，聊天是一群猴言猴语猴脑的人，增加一点这个听歌的素质。好小心哦，他站太靠左边了。看你娘不干在这边。娘。干被吃啊。逛有点久啊。被摩卡纳用到那一波人惨。狂柱上欸，对面我要走我要走，他六你就死啦蓝宝，他六等你就死啦蓝宝，活下去啊宝贝。干漏两只三只，等我怎么救得了你。刚吃完蓝会刚好六等，我吃完蓝刚好六等，所以拯救我们家中路了。蓝宝看到要死。哦哦哦！对面的雷文是猴子，太猴了雷文。为什么有猴子占卜啊？太强了吧！你是猴学系吗？你是猴系吗？你是猴系吗？干大小，太强了吧！哦，对。花鸟都会死，哎呦，漂亮！
然后他二十分钟播放。你的第一次要 open。干，我没 Q 到他，靠北啊！我刚 Q 到他应该死了。我刚眼前是出现了跑马灯，出现了跑马灯，告诉我说：“这个阿嬷嬷现在勾到你，你就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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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所以，我刚刚一句话都没讲，你有听到？我刚才打，我刚才电格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讲，因为我知道，干，我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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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t's keeping on inside,下楼吧，打我那哎、欸，他黑盾没了，他黑盾没了。好，你上我就打。我随时可以上，我随时可以上。他黑盾还没好，他黑盾还没好，你就直接打他就好了。你直接打那个大的摩甘娜，或者打那个都可以。Yeah, but sometimes I want 杀了他，给我投干 ！Why?喂，我怎么不给我投？喂，在闹啊，猴，你在闹啊？给我投啊！我怎么不给我投啊？算了，我要弄一波。这一首也是那个，这一首也是 Pay Money to My Pen 他唱的。看我真的是最快最快 cover 回来。我最快回来、欸。我刚上一秒还在崩溃，下一秒就啊，这一首是谁唱的？一定很多人啊，小时候啊，那个妈在跟妈妈吵架的时候，然后妈妈接电话，就是前一秒前是，然后下一秒接电话就是嗯，怎么了吗？哎、喂喂，哎你好，上一秒就，下一秒就喂，嘿对。好，也不需要哎、欸，妈的那傻，他知道怎么活下来、啊。这我过去感觉有点怂，算了，我走。你们家都没有吗？你们家都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吗？干太扯了吧！你们有没有童年啊？你们不会一点童年都没有吧？你们都几岁了？你们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就是接电话前是另外一个人格，然后接电话的那一瞬间马上人格转换，理人格。
按。我的奈巴怎么被调教的有点奇怪啊？奈巴都怎么那么吉祥？很亏啊，很亏啊！亏可是没办法、啊。加入那个 AD 没有闪哦。别想出新魔剑。可以考虑来 gank 他，他应该是不行。好。别想出新魔剑，可是我觉得这一场要伤害，我应该要出鬼刀。你有大就直接打他，你有大就直接打他，你大到我就直接上。大谁都可以，把你大到我直接上。嗯，阿姆在那边哦。在那边也没什么用吧？哇，这蓝宝大绝戳啊！我在旁边哦，我在旁边哦，随时赶来到哦。啊，他 Q 过，啊，跟得上。你可以检举他，那他这句话，他讲你爸妈。我来讲，这边中血啊！他直接冲过来送一颗、欸，他直接冲过来屌送一颗，中血啊！他就是冲过来屌送一个，不、哦，就是这样啦。为什么是张伟啊？所以你们是有那个，你们是有跟 G-Bot 用那个昵称是不是啊？而且你的名字跟我认识的那个张伟是一模一样。看来不要。
压路赢啊！你下路还好吗？你下路看起来是赢的。哎，对面真的是在送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对面真的在送，很夸张。还有一个雷文进夜曲的江沟区，送因为他。有光他装备很好吧，普通还行好像出西魔剑，但我们打后期有点废耶，天啊，很害怕我们打后期。帮他打，结果后面又没干了。哇，星星界订阅两个月，干法术免疫，操你妈的，不怪。后面一只，哦，他两只，三只，三只。谢谢星星的订阅，谢谢。你呀，大哥，太多猴子啦！啊，怎么不退呀？各个在闹啊！刚刚不对啊！哎，帮我开那个，帮我加哦，来不及，刚才都是帮我加攻速，我操啊！我不会加攻，告诉我，我得加跑速。加攻击啊，加攻击！加攻击，我可以超阿迪一下。真伤啊，真伤第一下。他第一下不是加什么50点攻击力吗？我会超级痛，我都有机会杀他。但是雷文就是把我们家上路超爆，他想去哪就去哪，超烦，这是我讨厌雷文的原因。每次只要敌人玩雷文，我们家上路都会自动爆线。嗯，你可以打他吗？没打。看一下有大了吗？没大。你还是没大。有了。你得用硬场吗？我被切烂了。对啊，还好吧。我们刚刚有赚到那个他们家中路的闪现，蛮削。我们拿不到剩下的东西了。蛮缺少。我去，好难打啊，太多猴子啦，太多猴子啦！下一条怎么封？
护照伞还行。他们家上路没大，也没伞。嗯。我靠北啊！小鱼宝宝，闭嘴啦！有种豆内反击我啊！那往上走喽，三个往上走，好喽。三个往上走，好。哇，超痛！超级痛，天啊！哎，干嘛回头啊 ？The fuck！ 干嘛？这两个人在，这两人太红了！你们在干嘛？这 what the？ 这两个人太红了吧？太猴了吧！回头也太扯了吧！不回头会中 Q 吗？不会啊，你不回头不一定中 Q 啊。你可以只回头这么一小步，不是回头这么一大步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回头就是一步要把整个人生也一送上去的感觉。救得了。看看我们上路就是一个中邪的朋友啊，干嘛？你怎么了？靠！这边阿木已经够送了，啊，不然你怎么样？哇，我们家 ID 已经十八次了，他有点抽哎、欸。啊！这豆内真好玩，再来一次。干！太好玩了吧！太好玩了吧！吓到的都是我。吓到的都是我，当然好玩啊！他随机的、哦，他有什么八个随机的，然后你也是运气蛮好的，两个都是吓人的。啊，难打哦！天啊！不知道我们 AD 为什么每次都会走到那么中路去送啊？干，太扯了！他每次走到可以被人家绕背的地方，然后送一颗头。还要拼中路，要再送一次吗？没刀算了吧。
啊，三棒要挂了。一换一，赢！干，最好是每次我们杀一个人都要再送一颗头回去，太扯了吧？没有啊，他们他去杀人，然后刚好有一个落单，我们杀他，行吧？我们杀当他，我们是死个废物。我们死个东西，干我们死谁看起来都像是废物啊！瑞文哥哥，别再死了，你已经死九次了，你再死一次就要。就要死满十次啊，两位数啦！我好努力的在凯瑞这场啊，好努力的在凯瑞这场啊。四条龙有没有投票啊？投票他妈上中下到底谁才是猴子啊？上中下江狗还有到底谁才是猴子啊？我们应该做个猴子投票啊！投什么战犯？我们看谁是猴子啊！超快！哦，想到了。还行。哇！太扯了吧！挖龙，还剩一 AD。太扯了吧！守得住一座，守不住两座，应该是、嗯、你守得住这座吗？你可以尝试看看，应该掉了。但你只要一直追着他的话，我们有得打、啊。缓他一缓，如何？干嘛？好的。他们出来的速度比较快，他们出来的速度比较快。啊，交大用你，还蛮赚，还蛮赚，还蛮赚。这样讲，雷文交大用你，你家雷文活下来，你家瑞文活下来。看，还是要不追了，被你骗了。啊、哦，我大爷刚刚差一点。干，我妈放错边，害我按到。他们家中路太肥啦，没有魔方根本 hold 不住他们家中路。我怎么敢进来？太嚣张了吧！他勾到小兵进来，重点他妈进来可以给他退掉。没有，我们没有控制器啊！刚刚瑞文只要有放还有机会。我没有控制器啊！我刚才也有惊人，操嘞！打不死人啦！我一进去就被阿木打。
再见了，宝贝。哦，好难玩哦。怎么不冲 AD？ 因为刚刚应该是唯一的机会可以秒杀死哥。我刚刚想，死哥只要被秒杀的话，我们就有得打。